Hello， 我是韩熙私护小天使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私护小知识，都是女孩子，不要害羞哦。韩熙私护产品有三款，分别是抗菌排毒凝胶、水润平衡凝胶和洗液喷剂。首先登场的是抗菌排毒凝胶，它的本领很强大哦，可以抑菌杀菌、消炎止痒、去除异味、改善白带异常。宝贝的主要成分是生态银哦。当当，这是水润平衡凝胶，它的本领是抗菌、水润、杀菌。哇塞，它可是有乳酸菌素、活性乳酸菌、胶原蛋白肽等等成分哦。韩熙经过深入研究了解，亚洲女性阴道距离为8厘米，为了让韩熙用户更好的使用凝胶，达到极致的效果，韩熙通过专业的人体工学原理，将凝胶推杆设计在7厘米长度，加上凝胶挤压后的1厘米距离，可保证液体直达宫颈口，完成全方位的渗透。特别提醒，使用凝胶的用户一定要在使用时将凝胶推入深处，以确保凝胶效果的完整。下面我来教各位姐姐怎么使用吧。首先撕开包装，取出载有抗菌凝胶的推出器，将推出器前端的前盖取下，采取仰卧位，膝盖弯曲，尽量打开双腿，将推出器缓慢插入阴道深处，推动助推杆将抗菌凝胶推入阴道深处，最后抽出助推器送给垃圾桶菌吧。最后登场的小宝贝就是我们的洗液喷剂啦，具有补水提亮抗菌的功效，主要成分是生态银、维生素 C、 谷胱甘肽、透明质酸钠等等哦。使用方法很简单，外阴清洁和日常卫生护理，对清洁护理部位直接喷雾冲洗，本品免清洗哦，记得每天都要使用哦。私处护理今天开始，清爽干净也要今天开始哦。妈，拜拜。经常使用还能拥有美好的幸福生活哟。讨厌。